凡，我是龙俊硕。今天是9月14日，也就是我们两个的生日。那我之前答应很久的情侣 QA。为什么娄俊硕的 IG 都没有凡凡的照片？因为他不爱放闪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又9个月，自从公开以后，他已经进步很多了，好不好？从完全不标我到会标我，我已经极限了。极限，我觉得我也觉得是你极限。结婚的时候记得要把求婚的影片也放上去，所以你不能现在说极限。好，换我喽。第二题，有打算结婚吗？如果有，什么时候想要结婚？我也想知道。顺其自然，工作优先，毕竟我们现在两个人的工作都还在一个。那有这个打算吗？是，绝对是。你为什么要？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没？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哎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羞？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，所以这当然会是一个目标。你很紧张哦，因为我很爱演戏，就一直拜托他配合我。还有演很多很奇怪，比如说你是皇后，然后我是你的臣子，不管我讲什么，我都要说是人娘娘。可是你都会骂我啊，你都会受不了，演不下去。对啊。正常。来人呐、啊！我们是真的很爱角色扮演，可是角色扮演这个东西，很多人可能会很有画面，说会不会去特地买衣服啊什么的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其实主要重点是演戏而已。我们就是演戏，太爱演戏。我们现在要不要演一出？演什么？演我们两个在一起3年又9个月，拍一支 QA YouTube 影片。好无聊，下一题。你这样子我就拉下去哦，你再这样子我就亲下，你这样我受不了，我亲下去。卡。喜欢对方哪点？你先说。我喜欢你的理性，对未来让我很有安全感，因为你讲的东西不是妄想，你是真的实际去做，不会说我们两个以后要怎么样啊，生小孩、结婚啊，什么什么。他不是讲这种话，他是我现在没有办法，可是我会认真工作，我以后会想要。行动派，行动派的。然后喜欢你的大男人的规定我一些事情，但是是为我好。我喜欢你的。太多了，那换我回答。好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的点是全部，全部大家会觉得好像就是很敷衍或什么，可其实全部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全部的每一个行为跟那个才可以让我。啊，这个。你都不会觉得大家一直嫌我胖吗？要运动，因为要找到一个交往舒服、可以一直很开心、一直维持的另外一半很难。要可以有这样的另外一半，必须要你的每一点我都喜欢，或者是就算缺点也会为了对方而改变。哇，好浪漫哦！可不可以跟楼现场对望10秒？你都不看我，难怪人家会出这一题。我们要计时10秒，我们要公正。10秒很短哎。好，开始。你没有按开始，哎，怎么那么久？